你要我用这個对阮爸下手？啊，若无你敢有更加好的办法？唉，我是来替你解决问题呢。啊，若无我敢有需要欠人借人钱？你伫讲什么笑话啊？你讲的这人是我的爸爸呢，我的亲生爸爸，是我这世人上爱的亲人。你爱我用这個对伊下手，我做袂到。你嘛较有耐心诶，听我甲你讲煞，你先决定安尼好毋？我袂甲你勉强诶啦，安尼敢会呢？你家己想看嘛，是安怎你必须爱对你家己诶老爸罗在英下手啊？因为罗在英根本就是一个毋知影变通诶人，你毋才会放战罗卵来我面头前，叫我甲你斗相共。你敢有必要甲话讲到安尼啊？你即马当地什么款的处境，你家己知知的啊？放心啦，这里面哦是你的保命符，袂提罗在兴的名，嘛袂互你犯下害死家己老爸罪名的。你小心莫搞骗，我们爸的心脏真支架。心脏，袂堪要受了遐大刺激。无，敢有需要我试验一届，互你看？你是干完咯？真歹势啦！这物件毋是凊彩摕到的，人家互我一份，敢会当使用一届尔？所以讲哦，要害死罗在英，你着敢会当选择相信我。爸爸知影你死了咧，真善良、真暖心的囡仔，你是一世甲无打岔，你得勇敢面对你的错误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爸爸拢陪你做伙面对，安尼好无？你现在还在逼我，你想怎么对我那么严格啊？想要不然为我留一条退路？爸，我不讲我不爱你面对呢，我只希望爸过当我一段时间啊，让我证明我跟你担当之比起来，我比你过在条。我不想要做一个下流甲民主的罗家凤。我从来不希望讲我的后生爱有啥物出大的，你好好面对你的错误哩，你就是我罗在兴上好上好的后生啦。啊，我是你的亲生后生呢，互你感觉亏欠上济迄个人啊，你哪会当咧对待我啊？中志哥，你无讲。伊若做唔到代志，伊会家己去面对。伊袂叫我替伊安家，这就是你上大的差别。爸，我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。既然你无认同我的看法，我无话通讲。那呢？我得照我的意思去做，不过生啊，又想谁？伊是不是当原谅你？这我无把握。你爱我心里准备。所以这就是你的答案。我讲到遐尼多，
你还是无啥物好一条路行。这是甲你扭转来吃土唯的一条路啦。爸，你要创啥？我要去找医生，我要去找神啊！我要甲伊讲你所做一切。莫迪卡，莫迪卡，因为你去用更多心控制，伊来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！你真正卖别话，你是我上爱的爸爸，我真正不喜欢来对待你。阿婆，你太相信爸爸，爸爸在做老是为你好，你嘛爱搁多听，勇敢面对，才会当解决。你给我放开，你给我放开，放开！只是让你无好多表达了，丈夫啊，你为了暗看你的罪行，你要伤害爸爸啊？爸，我是不得已的，你别怪我。你给我淡薄时间，我一面给你看，我比那个单调机更好才调。我家的大娇这个位置，我绝对抬起。家婆，你真正让我就失望的哦。妈，爸，爸，你先好好休困。你太太急，搞我的我，相信我，我没有你希望，我一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你特地教我的好事，我家婆。时间抓得刚好啊！我把我那高蛋白的营养品，医生有讲啊，你当我饮那补充你的体能，对你身体才有帮助啦。我哪讲不出声？你到底对我做什么呀？我知你做惊吓的，阿哥你别烦恼，你这么暂时袂当讲话，那是因为拢受着幽冥控制。我想起来啊，这个叫做讲过，这幽啊，是被我无法度表达。伊的目的，就是要我袂当讲话，袂当甲伊害情欲，也高中这个代志讲出来。来，给你，
进来啊。你真是啊，你总算平安无代志啊，真好，真真好。在先跟他有话，想要跟你讲，还阁讲不出声呢，哪呢？英啊，英啊，你想要跟我讲话，还阁无法度讲出声，明天我滚出去。我跟恁大小解释一下，不知医生有另外看过爸。因为爸叫车弄掉，头壳内面有血痂，可能是得着讲话的神经，所以影响到伊讲话能力，还佫行动不便。是啊，你上巧，你一定要继续办法叫我离开这两个厝，我已经知影所有的代志啊。我今物只是无法度讲给恁知。爸，阿伯刚刚有话想要跟你讲呢。娘，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要跟我讲？阿姆哥你不知道，讲出嘴，所以着着急的。我去提笔，阿哥有纸，画笔用写。来，恁就让我知影，还不是要讲啥？记得。稍等，我看用手机较紧啦，看还没想要讲啥，用手机按键下传，安尼就让我知影。来，稍等一下。恁敢会当卖骗阮爸？伊真无简单，拄仔醒过来尔咧。啊，醒过来了，伊的体力、思考方面都还未完全恢复。啊，即摆上吊的，是不是应该让伊好好休困咧？并不是逼伊做这，搁做遐的啊。哥，你哪安尼讲？白厝，阮大家拢无要紧爸同款。阮只是想要知影爸想要讲啥。是啊，家凤，你安尼讲哦，白厝要甲阮安罪名嘞。阮真正无迄个意思啊。我嘛无迄个意思啊。你家己看，爸心足忝的，伊目睭皮筋要砍起来。我哪会用用这么想要睡啊？一定是这个主，不知道对我做什么代志。爸就是这样啦，因为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这，以前想要赶紧振作起来，坐下跟您讲话，别让您带来烦恼。爸，先好好休困啦。明仔进行了，再佫讲啊。你要有体力的，能够心情每一个人，拢会替你操烦啊。你眼看袂出来，我即马我一个给做控制掉的。安尼落去嘛不是办法，我总袂当对爸的药啊愈下愈重。若无逐摆夜车甲醒者来的时阵，拢看到爸咧软骨骨，一定卖气坏的。